消息不准确，吴奶奶根本就不在大罗镇。这么说行吗？怎么不行？管住你的手下就行。大小姐本来就不希望吴奶奶和少爷回家，自然不会说漏，只能这样了，要不然你怎么向司令交差啊？你这个当营长的也太笨了吧。别让你的手下忙活了，吴奶奶走的道一般人根本走不通，你忘了当年在赵府吴奶奶是怎么跑的了？哎，我表哥他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好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这些年为了帮我表哥找小少爷，我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啊。奥さん、任務は達成できない。殺せなかった。バカ、少司に捕まれたの？いえ、捕まれなかった。あの新郎と家族、全部逃げました。地下道を利用して逃げた。彼女は地下歩道を掘ることを忘れた。少し慌てなかった。追わせますか？いらない。うちに来ないなら、私に脅威はないです。押し取り枕は目的。時間がない。はい。哭啥呀？哎，没想到啊。没想到我这后半生还能与你一路同行啊。命，老冤家，这都是命啊。徐凤芝啊，老天对你不公啊。别叫我这个名字，徐凤芝已经死了，我叫铁梨花。辉啊，想当初你是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容颜？那想当初，我也是风华正茂。别想当初了，当时就是因为一头牛。都是我对不住你啊！别这么说，是我对不住你们，我害死了你的爹娘，把你害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不不不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你。行了行了，别争，没谁对不住谁，以后你们好好过就行了。娘，娘，你们两个小的，看不明白了吧？回头得了空，慢慢说给你们听。凤儿，我跟你爹是老相识了，二十几年了。爹，让他哭吧，让他哭吧，哭出来心里就舒服了。司令，萧四辜负了您的重托，罪该万死，你一枪崩了我吧。起来，你这算个屁呀、啊、张吉安聪明吗？啊，跟吴奶奶打了几次照面也没把儿子给我带回来，你这一次算什么呀？
行啊，我儿子都娶媳妇儿了，那明年我就是爷爷。看清楚了，儿子挺好，好，好得很。哎呀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我说，张金安不让你编瞎话骗我吗？为什么不做呀？打死我也不敢，我对司令永远忠诚。你傻吗？人家也是好心，怕你说了实话，我大耳刮子抽你。司令，嗯，还有，还有什么？梁飞虎，在大楼镇和吴奶奶。说呀。我不敢说。梁飞虎把吴奶奶怎么着了？啊，说呀。耐心了，不想练了。爹，跟小鬼子拼刺刀的时候，我用大砍刀行不行？当然可以了。爹，我拿大砍刀顺手，我可以一只手拎着，到时候我一手拎把刀，一手拿把手枪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个杀一个。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，你不过就是个大头兵。还想用手枪，就算是给你把手枪，你会用吗？我会，美死你了！快好好练吧，练完我。司令，狗屁的司令，你什么时候拿老子当司令了啊？赵元庚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子好心好意安排你在大罗镇休息调整。感情吴奶奶也在大罗镇呢，你拿我当什么了啊？赵元庚是你们的红娘啊！赵元庚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你不应该考虑一下你的身份吗？狗屁的身份！吴奶奶是我什么人？啊，是我小老婆！你敢用十六胎大轿娶她，你不是找死啊？赵元庚。你们俩的关系在20年前就已经说清楚了，你说她是你小老婆，是你一厢情愿吗？屁话少说，臭家伙！留那儿，爹，抬起来。爹，他是什么人？是你儿子？是，我儿子。你个臭大头兵，敢行刺司令，我枪毙了你！小子，小翠，你想干什么？都把枪放下，在司令面前亮枪，小心军法处置。臭小子，有把子力气。司令，我儿子刚刚入伍，不认识您，请原谅。不对。哪有儿子不护老子的？好样的，仗义！我说的是你。你听着，你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啊，还跟我抢女人？你明明知道老五和他儿子都是我的，你应该劝他回我赵府。你可好，敢娶她？行。等老子打跑了小鬼子，这把刀我给你留着，我跟你单挑。我扒了你的虎皮，我就不姓赵。子贺，牛蛋，爹，你混蛋，去，抱着前盖拿大进去，快去。
你小兔崽子，你可真有劲儿啊，还有功夫拿大鼎啊！下来歇着吧，啊！三叔，弟兄们，准备战斗！准备战斗！三，二三得六，小鬼子都来六回，真是欺人太甚！弟兄们，听我的，这回小鬼子靠近了再打，叫他们有来无回。我爹和五叔他们去哪儿了？保密。那咋不带上我？你呀，就好好的和我在这守阵地吧。这块阵地，咱们只要守上两天，师长和你五叔他们就能办成大事儿。啥大事儿？你个傻小子！我也不知道军事机密。屈指入孤军作战，小心为上。明白。嗯。哎呀，照说咱们俩是仇家，这么好的差事我怎么能就派给你呢？话说回来了，这要是不派个精兵强将，我也不放心。记住，打好这一仗，我给你记一大功。我要的是顺着龙海线，把小日本鬼子赶回海里去。至于什么功不功，我无所谓，全都归您。这话我爱听。嗯，行了。龙飞虎啊，咱俩也就是有血海深仇。要不然呢，我真能拿你当我最好的兄弟。说这三军上下，只有你。这儿，向我。多谢司令夸奖，我马上出发。嗯，景三，走，拿酒来。嗯，小鬼子那个司令叫什么？井上太郎。嗯，奶奶的，跟你一个姓。行，就这个井上太郎的脑袋，
归你了。飞虎，马到成功，请司令静候佳音。できました。よし、機会は来た。桜はいいチャンスをくれた。梁飞虎の部隊は奇襲するつもりだ。侵入するのはここを減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梁飞虎はここに殲滅する。梁飞虎は死ねば赵元庚を片付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。龍海县を統治させ征服することは目の前のことだ。命令だ。虚假不仁、待ち伏せて梁飞虎が来たら殲滅する。はい。再有30里就到徐家铺，动静一定要小，千万别惊动鬼子。是，你放心吧，兄弟们都明白。徐家铺离黄村只有20里，给司令部发报，告诉他，天黑之前我们能够打响。是。
可怜啊，龙海县里，立派な町伏せ攻撃となる。山の大隊と佐々木球隊を攻撃に盛ん。どうしても梁飞虎の部隊を殲滅しろ。はい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集合队伍，马上出发，解救梁飞虎。是。这两天怎么这么消停啊？小鬼子好像都死光了。喂，哪位？团长，指挥部电话。哦。喂，是我。是。全体集合。怎么了，三叔？多少兄弟，赶紧报个名！王仁生、魏生、卢才、大龙、小智、
小三唐军，小文，陈太元，张瑶，小青，迷龙，成龙，志国，国福。还有没有活着的？看一下。十七个，两个团的兵力，就剩咱们十七个了。大哥，是赵瘸子出卖咱们，作战部署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，小日本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大家是公报私仇。你没有听到刚才的炮声吗？如果没有援兵救我们，我们十七个人也活不到现在。大哥，你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赵元庚，变成鬼我也要掐死他！不要再胡说了，兄弟们，你们都是老虎山跟我下来的弟兄。我梁飞虎，对不起你们，请收我一拜。大哥，大哥，要死一起死，要死一起死。我们的弹药不够了，看来是守不住了。要想活命，必须分成两队突围。我估摸着，再过几分钟，小鬼子下一轮进攻就要开始了。老五，把鬼子引开，你带着弟兄马上突围。大哥，让我去。是。
大师！
三叔呢？喊我一声爹。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找人是谁？快！